的甜菜根，然后就拿来榨果汁了。准备材料有红萝卜、甜菜根、苹果跟柠檬。都会大概都切掉一点，然后这可以先把它切小块一点。把柠檬对切，用这个简易的挤柠檬的东西，就这样放上去，就这样转就行。就倒进去就好了。甜菜根已经切好了，所以只要把它剪开就行了。面准备完成了，就可以把它送走。大概准备个200-300cc 左右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小秘宝可以用啊，黑糖味老姜片。它就是姜片，但是用黑糖去煮过的，很简单，就把料放进去就行了。我先把这个料倒进去，把料都放进去。柠檬可以之后再加，看你要大家决定要多酸再加，所以柠檬可以之后再放就好。调味的时候。对对对，再放一点。然后加水。大声哦！好，这如果搞不上太少，就是加一点水，太壮壮了。知道它的上面还有很多，需要搅它，让它下去。甜菜根它的颜色容易染色，所以要特别小心哈。打的时候最好不要穿一些容易染颜色的衣服哈。好。怎么样？不错，但是我觉得水可以多加一点，因为它其实还蛮甜的。加一点姜片下去，加个3-5片吧。我们现在1、2、3。柠檬其实可以全下，我刚尝完觉得它可以全下，因为它蛮甜的。这柠檬全部下去。然后这个水可以全下，盖子盖起，可以先用慢的让下面的东西打烂，打散之后再加，慢慢加水。一般他们会有种那种透明的布袋倒进去之后用挤的，因为这个里面它稠度很高，所以要拿汤匙去拉。哇，超丑的！这边都还有点低，所以他们会拿东西去挤，就不浪费。对，因为在台湾我们没有那些东西可以用。这种果汁我都不敢喝的。以我不敢喝的来讲，我觉得算好喝哎。欸、有姜下去差很多哎、欸。对啊。Here comes the moon.